这些屋子呢，感觉上没有装修到很多这样子。那我的孩子是大了，是想给他们自己的空间。今天我们来看设计师如何为大家庭打造舒适的私人空间。你喊什么？烦呐！好，我知道烦。等一下要吃什么，对吗？不是，我在烦屋子。我在想理想的屋子应该长什么样子的嘞？应该是要美，美到能够上杂志封面那一种呢，还是要有实用性比较重要？我问你，屋子是拿来做什么的？住的啦。对呀，就是要住嘛，一定要找一个呢适合自己的，然后让你住得很舒服才是最重要，对不对？说的也有很有道理啦，但是哦，我觉得美也很重要嘞。没有。嗯，对呀、啊，也对啦，哇，这样屋子很像找老婆哎。嗯，要美，对，身材要好，嗯，要会煮，又要 smart。对啦，当然啦，很像你嘞。哎呦，哎呦，你第一次夸我、等我讲久了，对不对？哎，我们去找室内设计师了，走了，把我嫁出去是吗？呀呀呀，很 smart 了你。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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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Hello， 哎嗨，你好。你怎么变帅了？是是是，又变高了。谢谢谢谢，有瘦一点啦，有瘦一点。很多好不好？你们认识啊？我们认识，我们八年前就认识了。对对，对我们合作过。Wilson， 其实你在这一行多久？虽然我们八年前认识，但是其实我没有机会好好的去跟你聊一聊。你已经在这一行很多年了吧？对，我在这行大概有20年左右吧。其实一开始做这行是因为家里以前我小时候就是位置不够多，就是3-4个兄弟就是挤一个房间这样。对，所以可能我觉得长大后就是希望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这样，所以就可能是因为这样子进入这行。有没有做过一些 project 是让你最满意的？有，比如说一个老婆啊，因为我们就是把她的厨房做得很漂亮的时候呢，她愿意去学厨艺。哦，对，真的，对，所以我觉得说设计可能会改变人的一些习惯，没错，对，没错，没错。那请问你公司的卖点又有哪一些？其实我们的卖点就是我们的设计是前卫型的，它是一个很旧的一个30年的 HDB。哦，那你看，因为它空间很小，所以其实这个都是门来的，它其实可以开，可以放东西在里面。还有什么卖点？还有没有其他的卖点？我们还有一个卖点就是我们的公司是 provide lifetime warranty， 在维修的部分。哇 ，lifetime warranty， 这我很少听到嘞。为什么你的公司想要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OK， 其实我是有一点环保的概念呐、啊。很多时候我们去一些屋子里面，对吗？就像一个厨，其实它小小的东西坏掉，但是没有人要做，可能你打去换一个 hinge 没有人要换，所以屋主没办法把整个 wardrobe 拆掉 ，just because of 2-3个 hinge，、okay, 明白吗？明白。所以我觉得说，我也是希望说，你 hinge 出来打给我，我会帮你去。Warranty 就是 free 的。free 的，对，就是人工费，全部的东西都算在里面，我们都会就是这样。好好哦，真的是卖点。屋子一般上你住进去的时候，大概5年左右吧，你就会开始看到一些小东西会。什么5年？我5个星期之后就已经坏了，哇！真的吗？真的真的，所以我现在就缠在这边了，因为没有人 warranty 我嘛。对呀、啊，哎，既然讲到这样 hot， 对不对？马上去那边的啦。去哪里？去委托人的家了啦，对不对？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Wilson， 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呢，就是为一间公寓重新装修，不是 HDB 哦，有没有信心？有信心，难不倒我。那请问，在装修 condo 跟装修 HDB 有什么不同呢？不一样的 condo 有不一样的条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跟着它的条规，所以可能时间方面呢，它就会拖长一点点。哦，你是说每一天工作的时间短，对，就是说它的装修的时间就更长了，对，怎么办？所以它拉长价钱就拉高，跟你一样，对不对？咯叽咯叽。这就是你的挑战，你要交出很满意的设计，然后也要给很满意的价钱，是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很好，马上去找屋主。你很高吗 ？Hello， 陈姐，陈太太，你好。
我搭进来呢，第一感觉是可能这个屋子呢东西比较多，所以呢会看得比较乱。这些屋子呢，感觉上它很 original， 因为它好像没有装修到很多这样子，所以少了一些设计的格调。那当初你们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过要做去装修它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孩子在南华读书那时候，然后我们想比较靠近那个学校，所以我们就搬回来。以前是租出去的，然后搬回来，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快快的把那些可以摆动的那些家具要用的家具摆上去就是了。本来是打算只是住五年，就要找个地方搬走，怎么一住就住到八年？那为什么住了八九年之后又决定来装修你的房子？因为我们开始感觉到有点厌倦了，然后想焕然一新。有些时候就读书之后没有地方自己的角落的读书，那我的孩子也是大了，是想给他们自己的空间。最大的几岁？24。24。最小的呢？15。一男二女。一男二女。最大的是男的。对。其实他这里呢有三个房间，然后一个是主人房，一个是书房给孩子们读书的，所以就没有办法了，剩下一个房间，他们兄妹呢就要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真的是太辛苦了。所以我觉得要设计孩子的房间对我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们理想中的一个家又是长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回到家要有一个 very cozy 的感觉，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角落可以歇下脚，然后好像我看电视机看到一半的时候就可以调我的冷气啊、灯光啊这些的，都是用 app， 我就可以控制很多东西，冷气啊、灯啊、窗帘啊、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就如果可以 smart 的就把它 smart 掉，对不对？对，好，很好。我们去厨房看一下好不好？好吗？哇 ，OK。哇，其实你的厨房哦，看起来，蛮新的啊。当我进到厨房的时候呢，其实它的 condition 还蛮不错的，保持的也很好。我那个设计哦，很 hot， 20年前 hot 了，现在已经完全不 hot， outdated 了。难怪 SG 会说看得很厌倦。你觉得这个空间对你来说够吗？舒服吗？你想怎么改造它嘞？我很希望有一个 island。可以给我准备一些食物。放那个 island 是有一点挑战啊，因为一个东西顶在中间不是很方便啊。但是我有一些 idea， maybe 可以 fit in 进去。厨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格？有没有想过？就是比较凉爽，然后比较干净，白色的，然后通风的。对，你要白色 ，Wilson 可以作为厨房的主要颜色吗？其实是可以的，主要我们用的是一个好的材质的话，它是可以耐油耐脏的。就是希望我们的房间有比较 modern 的 design， 然后有我自己的梳妆台，然后我也可以在那上面做工，又可以化妆。它的主人房的那个衣服跟书是放在一起的，可能空间方面没有的适当的用好。两个女儿的房间是有点挑战的，而且那房间坦白讲位置比较小，所以 space planning 要非常的精准。接收到任务后， Wilson 马上和团队们根据委托人的需求商讨出了最佳的设计方案。这个就是我做出来的一些概念哦，这是之前，对，这是之后 proposed 想要做的。对，proposed 好像改造了很多东西啊。是，你看到红的线都是我们要做的项目。第一个规划的地方是大厅，它是一个很长的墙壁在这里。是，所以我会利用这个空间呢，来把它变成一个 feature wall with design， 还可以收一些小样的东西在里面，所以看起来就比较整齐。对对对。那在厨房的方面呢，我会把一个墙壁跟它敲掉，敲掉后呢，会变成空间这样子。对，而且敲了我觉得会比较通风，因为要说它煮东西的时候它怕很热。对对对。对，
主人房这边呢，我们就会帮他做足够的 wardrobe， 给他放他的衣服。还记得吗？他的衣服现在跟书掺在一起。记得。对。所以我们会跟他做一个比较长的，他所有东西可以收在里面这样。我很好奇的就是他孩子哦，孩子的房间是，所以他其实这个屋子也是一条小巷，因为他三个孩子就有两个房间嘛。对，所以有其中一间呢，其实是两个女儿要一起共用的。是，虽然他是小，但是我们还是会尽力的，该有的东西要有，比如说他的 study area， 嗯，对，会跟他放在一起，所以两个床会有两个 study area 在一个房里面。对，所以是非常的挑战，因为他房间你墙就要敲咯，不必敲，但是我们会封掉一个厕所的位置啊哈，对，那门从另外一边进哦，所以就是它会有一些改变啊，有一些敲到，有一些封起来，对，我给空间上了一些调动、哦、是。设计方案敲定后， Wilson 先和负责智能冷气系统的厂商进行实地考察，确定了电线和排水管的装置安排后，立即展开了紧锣密鼓的装修工程。由于新设计不仅将空间重新规划，更重要的是提高空间的明亮度和使用度，所以要拆卸的墙砖和旧装置着实不少。今天呢，我们来这边呢是来找我们的厨房还有浴室的一些建材。我很喜欢来这边选砖，因为这里呢它的款式很多。你还记得它的厨房很暗吗？很暗，对。所以呢，我就觉得用这样的颜色会比较适合它的家规。哎，老师问一下，请问你是要放在它的 wall tile 还是它的 floor tile？ 这个是放在它的 wall tile， 它的屋子是用亮面的 glossy 的。嗯，那这次我想把它换成是matte finishing 的，给它新的感觉这样子。Glossy 比较容易清理，还是 matte 比较容易清理？其实呢，两个都大同小异。哦、oh. ，对，因为呢，它的 matte 不会说有东西会 stick 在上面这样。那 matte 呢，它就有比较 modern， 对，它的感觉真的是有点不一样。像我本身会比较喜欢用 matte finishing。这边就是那个厨房的地砖哦、oh. 嗯，都在这里。因为它厨房很小，记得吗？所以我不会用太暗的颜色。这个蛮美的。对，我会用大概是这样的 range 的，就是比较不要这么暗这样子。你不觉得它有点 concrete 的感觉吗？有。而且这种设计，我觉得它颜色会比较耐看。对，很自然。我本身说，我觉得也比较容易啦。容易，因为你那个你 can cover 那个耐脏，对，耐脏。对，其实你用这个用那个 matte 的那个，对，它就配得到。我觉得配得到。对， matte 跟 matte 配得到。对。同一时候，旧瓷砖的拆除工程也结束了，无论是地板或是墙面上的坑洞也都整平了，这样才能确保新铺设的瓷砖平整美观。设计师除了要为顾客解决设计和装修方面的问题，很多时候也会为顾客选用既实用又契合设计主题的设备。经常使用的物品，比如浴室装置，更必须注意是否持久耐用。Wilson， 你今天要带我去哪里呢？今天呢，我要去看一间装好的一个户外卷帘。那我们要看这个卷帘呢，适不适合我们的屋主。嗨，李仁，你好。哎 ，Hello， 嗨，你好。我们现在有这种户外的电动卷帘，它很方便，你可以用手机控制啊。然后外面的空间呢，你可以充分的利用。比如说很多屋主现在啊，除了阳台拿来晒衣服之外，他们变成很多餐桌啊，可以摆在外面啊，还是他们的办公桌也是可以放在外面。它不怕雨线进来吗？雨水会进来，很少，很少。它有那个雨水感应器，就是 rain sensor， 下雨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说，哎，你忘了关，它自动会关下来，哇，所以特别方便。哇，真的真的嘞，哇，喷一点点嘞，它自己就会下来了，它的敏很敏感哦，现在它没有下雨了，它会不会自己自动上来？你可以调的，好棒哦。它一放下来就变成是一个室内的空间，对。那我问你，开空调的时候冷气会不会外漏？一点点，1%到5%而已。然后其实你整个户外空间你还是感觉很凉快很冷的。也就是说它可以遮阳遮雨防冷气外漏。没错。除了能用手机操作之外，这款卷帘装有固定框架，所以即使狂风吹袭也不怕卷帘翻飞。
而在选购油漆方面，除了注意颜色的搭配之外，耐擦洗、抗污功能强、有抗菌防霉特性的油漆会更适合本地湿热的气候。根据新的设计， Wilson 定制了许多内嵌式橱柜，为委托人一家增设不少收纳空间，这会让整间屋子看起来更干净整齐。家居保险小贴士，保障范围是否有涵盖你本人、家人或帮佣的个人物品损失？只要是任何常住家中的人所拥有的个人物品都能得到保障。我们受保的物品包括昂贵的家具、首饰和电器等等。是否有临时住宿赔偿？如果你的房子因遭遇火患或水管爆裂暂时无法居住，你的临时住宿费用和这期间你的日常生活开销，比如洗衣费、购买日用品，都能得到赔偿，确保你的生活品质不受影响。我是否负担得起保费？住家保险的每年保费最低从31元开始，适合主屋、公寓或有地私宅，不管屋主或租户都能投保。顾客可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定制所需的保障内容。Ashley 跟 John， 你们新的家居生活呢？从今天开始，怎么样？紧张吗？紧张。那我们话不多说，让 Wilson 一一帮我们介绍一下你到底做了什么东西。好，那首先先介绍什么呢？介绍这个屋子的智能，从这个大门开始。哇！所以我要给 John 一个很重要的宝贝，就是噔噔噔噔，手机。对，这个手机就可以控制在屋子里面所有的东西。哎，假设说他有朋友来到了家的时候，对不对？他不在家，其实他可以先怎么样开那门，他朋友可以先进去他的家里面。哎欢迎欢迎回家。窗帘也开了，灯也开了，窗也开了。我们用的就是 D Smart Home Apps， 所以所有在这里家里的东西呢，都是用这个 Apps 来控制的。SG， 你觉得哈进来这间家最大的分别在哪里？进来就好像是一间新的屋子一样，很亮，很漂亮，尤其那个橱柜做得很美。我们有考虑到说要如何把学厨啦，还有 display 啦，还有书的地方跟它整理好，这样全部都在里面。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书桌在哪里？书桌？有书桌？对，你说得很好，书桌在哪里？这个书桌呢就在这里。哇，看得出吗？什么？看不出。切开来看吗？对，说到这个玄关哦，哎，我们的门可以这样子开了之后呢，可以这样锁进去。哦。其实他很厉害，善用这些空间。空间，对。我要问你啊，请问这间家的风格是算是什么风格嘞？看外面很多这些树，绿油油的。对对对，所以我在设计的时候呢，我们是以比较简单跟大方，所以我们用的颜色不会太复杂。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米色，是，来配它整间家的感觉这样子，而且看起来很舒服。是的，又跟外面的这些花草树木又很搭。对。请问这个是电视机吗？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电视机的，它是一个 projector。 我厉害啊，对不对？聪明。所以那个 app 除了可以开锁头呢，可灯的话呢，最主要呢，它也是可以来控制 projector 这个部分。对，好，现在你可以按那个电影模式。对，哇。所以现在我们做设计也是要研究怎么样把这个新科技在我们的设计里面一起融入在里面。对，所以叫做理想智能家。对对，拥有舒适的家居环境是人人所追求的，而这就少不了科技产品和智能装置了。现在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他们的冷气。这个冷气机除了拿来吹 aircon 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呢，是我们可以回收它的热气。
这款冷气系统和热水器系统相连，冷气操作时排出的热气会被回收来加热洗澡用水，有效节省高达35%的电费。另外，这也是一个智能装置，用户能通过应用程式开关热水器和查看水温。哇哇哇！哎，这厨房完全不一样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家了。在我们的研究以下呢，哦，我们就决定把墙给敲掉，嗯，那它就天然的光从那边进来这样子。哦，这个厨房啊，面积有点小，是，所以我们用白的话呢，整个厨房看得会比较亮，跟比较大方。哇，哎，而且之前 SG 有说他喜欢烘焙嘛，对，对不对？那烘焙其实就是在这里烘焙吗？当然。不是这里了，在哪里？我会有帮他找一个地方，在西镇北京的，就在这里。对了，这哦，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哦，它是可以怎么样拉？哦，对，这个是一个 movable 的 island。所以讲为什么有西镇北京在那边给他打？哦，哎呀，在做烘焙的时候呢，他可以把他这两 island 对不对？移动，移去前面，对对对，移到这里。哎，对，而且可以上来，可以在这边剪，这边洗嘛，对，这边可以做。SG 最喜欢厨房的哪一点？就是这个 island 吧，这个 island 为什么？因为它可以移动，然后又可以当桌子，又可以给我准备食物。设计师很细心，他们在做那些橱柜的时候，连里面都有想到做那个 lamination， 所以我抹的时候也比较容易。设计师的规划也很好，收东西的地方也变多了。我觉得孩子们会很喜欢他们的房间，因为以前他们是三个人睡一个房间，现在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房间，然后女儿有自己的空间，儿子也有，所以他们会觉得很舒服。Check in ready. This is your room. 完美，对不对？很不一样哎。我发现你这个房间的颜色系列是灰色为主。是的，一般上亚洲人房的感觉比较cozy， 所以我们用的颜色都是比较 earth tone 的颜色。我很喜欢它的 grey theme 啦，因为晚上比较容易入眠。我发现你收纳空间多了很多，除了这一边一大片，你这一边也有哎，为什么它是一格一格的呢？因为呢，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说一进来就是看得出这是一个 wardrobe， 因为通常 wardrobe 它就是平平淡淡，对，所以我们希望在做一个调整的时候呢，让人家感觉这也是一个 feature wall 这样子。还有一点就是那个窗户那边的 CD， 就是说可以坐在那边看书。就连这看书的平台也是一个收纳空间，而女主人的梳妆台更是被隐藏在收纳墙之后，达到了整齐的视觉效果。John 呢跟 AG 呢，我现在有一个很重要更棒的宝贝要送给你，就是智能烫斗。哇，它的安全是非常棒的，烫斗呢，你放在你的平面的时候，只要没有用的话呢，它会自动去 standby。还有，如果你是放这样子的话呢，八分钟里面呢，你没有动它呢，它也是会变成呢 standby mode。而且我这边读到他说什么 safe for all fabrics, no setting needed。对，所以就是说呢，它这是一个全雷达的烫斗，为什么呢？就是一个温度可以用在不同的布料里面。哦，对的。哦，它不会烫坏衣服。不会。所以呢，我现在把这个宝贝正式的送给两位。好好好，谢谢你，谢谢。对，哎，这时候你看到他们问我要不要接农啊，我接了我就要烫哎。把先进的智能设备与完美的室内设计融为一体，生活变得更轻松惬意。所以，只要好好规划，拥有一个理想智能家，其实是触手可及的梦想。